倘若有人迈着徐缓的步子，仔细观察沿途所有的事物，并且动脑筋思考，以这样的速度绕着太谷走一圈，此人就得花费一整天的时间，从清晨一直走到傍晚。哎，啊，咱们聊点自己的事儿呗。看那个，往左往右，迈左脚，想得到的没有做不到的，玩呗。迈右脚，怎么还有那么多没有见过的？20岁，就是无数的出乎意料。你听，20岁，就是这一秒，不过就是过去6亿多秒的累积，但只有踩着这一秒，才能跟未来无限次博弈。开局。那我就小白先行喽。确定要往这里走？落子无悔。你从哪里来？我从20岁来。嘿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猜。